你是说我送了你一只狗？嗯，不会吧，玲玲，一只狗狗它最讨厌小动物了，我有必要在这种事上撒谎吗？不信你去问文丽。我会去求证，但在那之后我希望你可以把这家伙送走。哎，送走？你之前答应我可以养的。我现在就是在纠正我之前犯的错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不就是狗吗？是不是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以放我家呀。不需要，皮蛋是我的狗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这个家是我的家，如果你不做，我可以强制执行。那你干脆连我一起扫地出门好了。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的话，我不介意这么做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应该已经听清楚了吧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说清楚！老板，要不要把这次的照片全部撤下来？这次？你是说还有上次？他有这么多绯闻吗？嗯，也不全是绯闻。这些也是我让人拍的？是，老板失忆以前。